今天我们介绍的书是伊斯坦堡，一座城市的记忆。哪位同学看过？哪位同学看过这本书？哎，你看过？你怎么会看这本书的？对，就翻一翻，翻一翻他的书啊。那你有没有看过他最有名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你看过？好不好看？好看啊。你是哪系的？物理系。哦，外文系要加油。以前我介绍书，什么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啊，这些都是介绍欧美的，所以就有同学说，怎么都是介绍欧美的？我自己也想是觉得说，只是介绍欧美的不太好，所以呢，当时就看了一本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所写的《我的名字叫红》，啊，写的真的是非常精彩，非常好看，啊，他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不对？他有的是从红的视角，他有的是从黑的视角，他有的是从一只狗的视角，他有的时候叫我的名字叫死亡，从一个死亡的视角，对不对？这样子来看，看什么？看波斯古代细密画啊的中间的一些啊非常紧凑的、非常曲折的，但是你看起来又十分合理的情节啊，但是。我们介绍书有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就是两类书不做介绍。第一类叫历史书，因为我们是历史课啊，都会碰到很多历史书，所以其他的历史书不管什么史的一概不介绍。第二类不介绍的是小说啊，所以我的名字叫红就不在介绍之列啊。但是因为觉得帕慕克很好，所以呢就找一本不是小说的书看一看，就看到了这一本他的幼年时期的记忆，幼年时期的回忆啊，是从他小的时候一直到他大学阶段啊。这本书就是啊一座城市的记忆，伊斯坦堡啊。这本书卖得很好，你看后面他已经卖到八刷了，但是呢我相信看完的人很少。为什么？因为他前面有几句话啊，叫做当代名家旅行文学啊，大家是为了旅行文学去看的，结果一定非常失望。第一个没有名胜，第二个没有特产，第三个没有美食啊，这些旅游的特点他全都没有啊。我碰到几位朋友，他们说他们也看了，但是都没看完啊。但是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好啊。这本书你可以看到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好像是2004年吧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啊，他在幼年的时候是多么的敏锐啊。对于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环境、很多的人物，他有非常敏锐的感受。这种敏锐的感受啊，我相信是后来他在文学上面有杰出表现的重要原因。我看了这本书啊，我自己看完了之后呢，就写了几个字啊，算是读后感或者算是全书的摘要，稍微念一下啊，我说。我读了这本书，我觉得他这是回忆儿时，他非常的敏锐。年事渐长，城市弥漫的忧伤挥之不去。忧伤的来源，没有了，没有电了。忧伤的来源啊，在于2000年辉煌的结束与举目望去如废墟般的破败啊，破败的景象是西方旅人眼中的异国情调，仍然是如画般的风景。城市破坏的景象与他人眼中的风景如画，更增添了人们的忧伤。
完全摆脱过去，完全追寻西方的现代性，可以不再忧伤吗？看来好像无此可能。作者的敏锐来自于天生的异禀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他的成就无疑仍在于后天的努力，由忧伤惆怅导致不断的追寻，追寻与探究使他的禀赋更得发展，更为敏锐。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他在中学时代，他是贵族中学，家里面有钱，跟了一些公子哥儿们一起上学，这些公子哥儿们呢到处去玩，他也跟了玩，可是他总觉得不满足，所以他又做了一些其他公子哥儿们不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他阅读。我们看看他读些什么东西。我比较担心被贴上知识分子的标签，说你是知识分子啊，因此为了证明我不是过了时的势利鬼，我开始说我读这些书。读哪些书？伍尔夫，认得吗？认得，上礼拜才介绍过，对不对？不是上礼拜，上上礼拜介绍过的。弗洛伊德啊，知道的。沙特，汤马斯曼，知道汤马斯曼吗？不知道。福克纳，只是为了好玩，尽管他们问我为什么在文章里划线。你说你读这些书，读弗洛伊德，读沙特，读福克纳，只是为了好玩，但是你为什么要划线？他在高中时代中学时代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蛮精彩的，但是你读到的就是那种忧伤，你读到的就是那一种惆怅，你读到的就是那种很深的那种感受如果说你不想读这些的话恐怕你就没有办法欣赏到这本书的好处了我觉得绝对不是一本旅行文学你如果要去伊斯坦堡，去土耳其玩的话这本书一点帮助都没有但是你要想了解一个当今非常重要的文学家2004年，应该2004吧，还是哪一年就这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在得诺贝尔奖之前还来过我们清华还来过清华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名气我一得了诺贝尔奖呢，当然就被证明了不如果说我们去看这本书我的名字叫红你会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看非常精彩的一本小说当然你也可以从对于波斯古代文化这个角度去看它好我们上次讲到什么地方坏了对我装了电子还是没电坏了怎么办呢哎，这个挂两个不像话那怎么办呢这个没用吗挂两个像那个什么犯人有声音把它藏起来这个将来看那个录影一定很难看因为身上 好像是在那个什么 ICU 一样挂很多东西我们有没有声音我看也是没有声音有啊好我们上次讲到什么地方我们上次讲到商鞅变法有没有讲商鞅变法的重点有没有讲好像讲到商鞅去见秦孝公对不对那么商鞅整个变法的重点是什么整个商鞅变法的重点呢我们可以说就是
20等爵制啊，20等爵制，这个好像在我们资料里面有曾经提到过啊。好像没有啊。20等爵制，20等爵制的意思就是封爵。爵是什么？爵是什么？啊，非但商鞅的时候封爵，后来汉朝还继续封爵，啊，到了汉代，皇帝升了太子，一高兴，天下赐爵一等，每一个人封一个爵，啊。伯阳在翻译《资治通鉴》看到这里的时候，大为怀疑，怎么每一个人都封个爵呢？每个人都是什么公爵、子爵、伯爵还是男爵吗？但这不可能的事情。想半天，他想通了，原来爵者酒杯也，皇帝生太子，是天下人喝一杯酒，啊，这个纯粹是猜想，啊，这说明其实伯阳对于中国历史的最基本的知识都是有所不足。爵是什么？爵商鞅的时候那就有了，那商鞅分20等爵啊，第一等爵、第二等爵、第三等爵，这随便给的。你只要是对于国家的规定能够达成啊，表现得很好，国家就给你爵啊。但是要有土地是最后一等，20等爵啊，第19等都没有土地啊。但是从第4等以上就很难了啊。那么大家要这个爵干什么呢？这个爵很重要，爵可以抵罪啊。商鞅说，凡是努力生产成绩优良的给予爵啊，你生产的很多他就给你一个爵两个爵啊，就把它摆了兜里啊。哪一天你开车超速了被警察抓住啊，说超速，然后酒测，啊，要罚2次，你手口袋里2个爵拿给他，第一个抵超速，第二个罚抵酒测啊，回家，没事了，啊，所以这个爵干什么？爵是抵罪用，抵罪用，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看看政府，要规定我们怎么样。就可以解除武装。因为那个频道跑掉了。频道跑掉了，好，谢谢。所以看一下政府要我们做什么。政府说努力作战，勇于杀敌，好，我们就去作战。杀敌的时候怎么杀呢？啊，规定说不必把脑袋砍下来割左耳朵就可以了，啊，也就是说你割了右耳朵没用啊。好，你看那个秦国的军队一上战场，抓了敌人的左耳就猛割啊，对不对啊？然后回来之后呢，口袋里面一掏出一大堆耳朵，那，啊，然后就是换几个爵，那，啊，所以他有了这个20等爵制之后，那，啊，凡是政府要人民做到的事，人民努力以赴；凡是让人民不准做的事情，人民统统不敢做。啊，所有的人全部听从政府的指挥，全部听从政府的规定。啊，以前封建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封建的时候要讲礼法，封建的时候要讲一些优雅的风度，封建的时候要讲自我的道德，现在那些通通不要，要的就是听命于政府。啊，所以我们说秦的改变啊，不管是他奖励农耕战也好，不管是他要老百姓守信用也好，他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全部听命于政府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改变就离过去的封建是最为遥远，也就是说秦的变法也就是最为彻底。好，秦变法之后国力非常的强大，六国人都很怕他，因为秦国的战士一上战场非常勇猛，六国人看起来秦国的士兵啊如虎似狼
啊，所以秦国是虎狼之国，啊，大家都怕他。那个时候足以跟秦人抵御的就是楚国，为什么？楚地最广，楚民最重，楚国物产最丰富，可是楚国完全挡不住。楚国为什么挡不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楚国的封建力量最强。楚国到了后来，全国的事情三家人包了，一家人姓屈，一家人姓景，一家人姓昭，啊，还是大家族、大氏族，还是贵族控制，啊，离封建还是最为接近，啊，所以后来，楚国人讲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三户是什么意思？三户可不是说楚国只剩下三家人家，这三家人家还要报仇雪恨，这三家人家还要把秦国灭掉，三家人没用的啦。楚虽三户，就是楚国剩下三个大族的话，他们还是可以完成啊复国的大业。那怎么办呢？所以就落到了赵人的身上，就是赵国啊。那么我们看这个赵国，赵国大家都晓得啊，赵武灵王之时，胡服骑射。胡服骑射啊，大家都觉得说，哦，因为赵国在北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啊，穿胡人的衣服啊，骑在马上射箭。赵国在中原的北边与游牧民族接近，向游牧民族学习穿裤子、穿紧身的衣服、穿小袖子的衣服啊，便于骑在马上，便于骑在马上射箭作战啊，赵国的武力就强了。这样的解释也没什么错，可是把历史看得太简单了。赵国他胡服骑射是一个标志，这个标志是代表他要做一个全面的改革，他要跟过去说不一样。他说现在我们要改变，要改变啊！现在也有人讲要改变啊，不晓得那个人明天能不能改变，对不对啊？讲谁呀？真的有人听不懂吗？你说知道了，不好意思讲了。所以这是一个改变，改变什么？很多观念、态度、想法都要改变。改变从哪儿做起？从外表做起。就有人反对了，说为什么？啊，我们这个穿这个上国衣冠，代表的是高等文明。向游牧民族学习，穿的是他们那种比较原始的、比较落后的、甚至比较野蛮的衣服，这个是不是一个进步？这个是一个堕落。所以我们拒绝，拒绝改变，拒绝改变。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公子臣，赵武灵王的叔父，他是叔父啊，叔父。那么。年纪也比较大，地位也比较高，所以很多官僚一看，哦，叔叔都反对，那我们也反对，那武灵王的这个大改革计划、大变法计划就很难实现，所以武灵王自己就跑去见他叔父，跟他叔父讲为什么要改变。啊，叔父说不行，我们不能把上国衣冠给废掉，我们不能向落后的地方学习。武灵王就说了，我们今天的赵国能到今天，是不是过去有一些人有很大的努力？第一个要被提出来是赵简子，赵简子的时候做了一番的事业。第二个被提出来是赵襄子啊，赵襄子，赵襄子的时候也做了一番事业啊。三家分晋的时候就是赵襄子啊，赵简子，赵襄子啊。赵简子跟赵襄子为什么能够在当时出人头地，在
在当时能够有所表现。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有一番新的作为，就是他们有一番改变。请问叔父，我们应该不应该继承赵简子、赵相子？我们应该不应该继承我们前辈的努力？请问应该不应该？龚自成能不能讲？说不应该。能不能讲？不能讲，讲得清清楚楚。赵国的兴起在简子之时，赵国的强大在襄子之时，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龚自成听完了之后呢，就不讲话了，说我同意。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所有的官员大吃一惊。为什么？他们看到最顽固保守的龚自成居然穿了胡服上朝。所以改变，改变了，这个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我们看到的整个发展的过程。所以请问赵武灵王怎么能够让全赵国的上下一起来进行一个改革，进行一个变法？他靠的是什么力量？什么力量啊？靠的是舆论力量吗？还是靠的是武力吗？还是靠的他情志系统？靠的是什么力量啊？刚刚大家听这个故事总是觉得有一个东西好像有力量，那个东西好像在发挥作用，那东西是什么？有没有哪位想到？哎，那个故事太复杂了，讲起来太长了，我们不能再重复。想想看，那是什么力量？是什么的力量使得大家觉得我们要改变？什么力量？什么东西不是力量？什么东西？他们强调一个什么东西？武灵王强调一个什么？说服了龚自成，使龚自成赞成他的新的政策，什么？改变啊！当然就是改变，是什么？举他们自己国家历史，举他们自己国家历史。举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对，就是历史嘛，对不对？历史，对不对？你们刚听这个故事，有没有觉得哦，历史在发挥作用啊？啊，历史在发生力量啊，历史在产生改变啊，有没有？所以，赵国之后就强大了，赵国就成为抵挡秦人东进的主要力量。而这个主要力量呢，在长平之战一战被打垮。长平之战大家都晓得的啊，因为赵族被坑杀400,000人。怎么回事呢？秦军向东边发展，攻下了韩国。韩国有一块地方的人，大家就商量说，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抵御秦军，但是呢，我们绝不愿意受秦人统治，这样子我们去投降赵国好了。大家就决定商量投降赵国。赵国就商量要接纳还是不接纳啊？接纳会主怒秦国，对不对？不接纳的话，哎呀，那些韩国人好可怜呢，接纳的话呢，可能让我们的力量更为加强。所以这个算盘一打，到了最后加上一点小小的这种虚荣心，接纳了秦人，当然就非常生气，秦国的军队就开过来。没有关系，我们有老将在。老将是谁啊？李牧。不是，李牧不够老。是谁啊？是谁？赵奢。赵奢已过世。太老了。是谁啊？你们怎么比较难的都知道，比较容易都不知道呢？比较不有名的都知道，比较有名的反而忘掉。是谁啊？廉颇嘛，对不对？廉颇蔺相如那个故事啊，对不对？廉颇嘛，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对不对？有没有听过啊？
找廉颇，廉颇到那边去一看，哦，情势蛮险峻的，然后深沟高垒，拒绝作战，挡住了。那秦人怎么办呢？秦人就散发小道消息，说老将我们不怕，我们最怕的是青年才俊，军事名家啊，是谁呢？赵括啊，赵括，如果他来了，那我们害怕了。哎，这个赵王一想也对啊，廉颇年纪太大了，便害怕了啊，所以就派青年军事家赵括去代替廉颇。命令发布了之后，赵括的妈妈跑来见秦王，见赵王，说请收回臣命啊。赵王说这个不能收回臣命啊，啊，王者无戏言呢，命令已经发布了，大家都知道了。说你为什么不答应不同意你儿子去呢？他说我儿子啊绝对不能够成事的。为什么？因为他爸爸对他就很不放心啊，我在旁边看也是如此啊，他爸爸每次跟他谈军事结果都谈不过他，然后他爸爸的结论是说你只会理论，你只会空谈啊。他说我在旁边看他爸爸赵奢每次打了胜仗得到很多赏赐通通拿来给部下分享，但他不是，他拿到任何赏赐都自己据为己有，就从这一点看他大不如他的父亲我的丈夫赵奢。王说那不行啊，命令已经发不出去了啊。那赵老太太就讲说这样好了，如果他打败，而且我相信他是会打败，将来他犯了一个大的过错，因为他打败了，不要连坐到我，不要连坐到我啊。赵王讲，哎，这个没问题，老太您放心啊，不连坐。赵奢一去了，当然进宫，秦人一看他进宫，当然。失败对不对？后退，引诱他进宫。等到引诱到了长平的时候，秦人把附近16岁以上的男生，不管你是60岁还是70岁，全部召集啊，全部出动，就堵在赵军的后面。这一下子赵军什么东西没有了，粮食没有了，送不上去了啊，送不上去。所以这40万人最后每一个人都饿得软趴趴的啊，就被坑杀啊。之后邯郸城内没有一家的人没有哭的声音，为什么啊？邯郸城内没有一家人没有父兄子弟死于长平啊。这是长平之战，长平之战之后秦军所向无敌啊，天下一统已成定局。外国人看中国历史就觉得40万人太恐怖了，40万人数字太大了，40万人太不可信了啊。那我们有没有说40万人绝对可信，少一个都都不可能啊？当然不能这样讲啊。当然40万人是一个整数，40万人是一个稍加夸大的一个数字，但是长平之役死人无数啊，这个确实可信。为什么？因为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后期，整个社会不一样了，那个社会跟春秋不一样。你说啊，春秋打仗好像运动，好像比赛，一天结束啊。战国你看打这么久，打好几个月啊，最后全部被杀掉，是不一样。我说的不是这个不一样，我说是社会不一样了啊，人们的生活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战国时期经济大为发展，战国时期经济大为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啊？大家想想看，到了战国时候经济大为发展，所以林之城非常的热闹，
我们上次有没有讲过那个热闹的林芝城，举目成媚，挥汗如雨，对不对？啊，邯郸城也非常的热闹，为什么？为什么到了战国时候，这些大城市是如此之繁华，是如此之富丽，是如此之热闹？为什么？因为经济大为发展，经济大为发展的原因在哪里？是什么？经济大为发展有一个根本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因素，有一个我们读历史不可以不知道的因素是什么？啊？鼓励工商，鼓励工商还是后面阶段的，第一步不是，第一步不是，是什么？啊？是什么？好，我们再把题目等于公开了，是一个什么东西的被普遍使用？什么东西啊？啊？啊？钱币的普遍使用 ？No。什么东西的普遍使用？什么东西都普遍使用，真的不知道吗？叫做铁器的普遍使用，有没有？有没有？以前有没有学过铁器的普遍使用？铁器普遍使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铁器，就没有牛耕呐。啊，春秋时代就知道牛可以耕田。春秋时代就可以知道用畜的力量，牲畜的力量，但是你没有铁器，你拿个木头棍子，那牛一拉啪断了，那麻烦，对不对？啊，等到你铁器普遍使用之后，啊，牛耕才能够全面的推广。啊，所以一个物质的运用造成人类社会的重大发展，这样的看法叫做什么史观呢？啊，叫做什么史观？一件物品、一件物质、一件东西的运用。造成人类历史的啊巨大发展，这叫什么史观呢？啊？唯物史观呢，啊？对不对？唯物史观那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国时代铁器的普遍使用。可见大家都不记得铁器的重要意义，是在于大家对于唯物史观有一种下意识的排拒，对不对？你看有同学点头了，说对对对，我们最讨厌就是唯物史观，是吧？不要忘记哦，法国总统沙科奇现在在读什么书啊？啊，读什么书？唯物论，对呀，对不对？他读唯物论，为什么读唯物论？啊，就是因为金融风暴、金融海啸啊，那么这些事情。好，我们就可以这样讲啊，讲长平之战啊之后，秦国统一天下，已成定局。长平之战死人这么多，实际上是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发展。好，我们下面要讲上个礼拜发的讲纲，把上个礼拜发的讲纲拿出来啊。上个礼拜发的讲纲呢，是我们讲这个秦与西汉啊，秦人统一天下意义何在。我们下面有两行文字说，秦人统一此期间有机关重要者四事：一为中国版图之确立，二为中国民族之传承，三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哦，应该少了一个制字啊，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四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二年级文组的同学其实是看过这四句话的，二年级文组有没有看过啊？有没有看过这四句话？
啊，没有，不记得了，对不对？记得不记得？有没有看过这诗句吗？啊，不太记得了。为什么？因为这四句话见于大学入学指定考试历史考卷。啊？你是推荐正式进来的吗？你有参加指定考试吗？有啊，指定考试考了哪些题？那当然忘了，对不对？他的题目是说，有四件事，一二三四，请问这是属于哪一个时期的？选项 A 秦汉 ，B 魏晋 ，C 隋唐 ，D 宋明。你看这题目通不通啊？哎，人家明明讲是秦统一期间有关的事情四件，跟汉朝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你看他题目就这样出。所以非常奇怪啊，啊，你反正看到这种题目就往最早的地方答就好了，对不对？这个是钱穆在《国史大纲》里面讲的，比如说第三，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政治制度之创建里面它有个说明，这个说明是说中国到了后来还有封建的名义。比如说在汉代的时候有封王，在西晋的时候有八王之乱，对不对？到了明朝初年还在有封，但是都是只有封建之名而无封建之实。那理由，所有的人民是听命于地方首令，地方的太守跟县令，而不再听命于王侯。啊，你封个王封个侯没用了，没用了，你管不了事了。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那大家一定说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那一定就是什么儒家法家什么道家。他不是这样讲的，他怎么讲？他说在这一段时间之后，你可以看到中国学术思想有三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重文化反功利，啊，文化是最重要的，不是讲那个你得到什么好处，啊，重文化，重一个理想，啊，重一个修养，而不重视功利。第二个，重平等反阶级，中国任何学术思想强调都是平等，反对社会上面有阶级。第三个，重现世反出世。现实实际的社会的生活，就是重社会而反宗教，啊，他是这样来讲，啊，那么这个是在秦的时候所形成的中国，不管是政治制度也好，不管是学术思想也好的一个基本的观念，这是钱穆的看法，这是钱穆的见解。好，我们说秦是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呢就是实行所谓郡县制。郡县制跟封建制最不一样的地方，郡县制是集权于中央的，地方的长官完全是由中央所任命，地方的长官完全是执行中央的命令。那这个跟封建不一样，封建是把权力土地人民全部封出去，啊，封出去之后他不管了，那你知道名义上遵封就好了。那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在秦的时候大家想想看，谁被封为地方的长官，谁被封为郡的太守，被封为县的县令，是什么人，是什么样的人被封做地方的长官，想想看哪些人。郡是那个战事中得到的土地封地。我不管是得到土地什么，是什么人作为地方的长官，朝廷派怎样的人去作为地方长官，啊，比如说是不是学问很好的人，还是说家里面有钱的人，还是怎么样的人，啊？秦的时候派什么人到地方上面 做地方长官，想想看，你说我不知道，想想看了，战功，对，有战功，打仗表现好的，有战功的，啊，杀人越多这个
地方官儿那做的越大。好，这些人到地方上去，他能懂得如何的来执行地方的行政吗？他能懂得如何的来照顾地方的百姓吗？他不懂的。那他懂什么？想想看他懂什么啊？想想看哪位同学来讲他懂什么啊？他懂什么？哦，他打仗、哦、打了好多胜仗啊，然后就派做地方长官，他到了地方上去了啊。他怎么来当地方长官啊？想想看，来，你想想看。练兵。哦，最会的就是练兵，是吧？然后就把地方人找来练兵，啊，有没有同学同意啊？啊，好像同意的不太多哎，是吧？想想看，还没有别的，啊，啊，服从政府，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意思是对的，就是他只动一件事，政府交代什么他做什么，对不对？政府交代我现在要修长城，你给我找500人啊，他就去找500个人啊。刚刚找完500人送出去，我现在要修运河，因为我现在通南越，你给我找500人啊，他找500人。刚刚送出去的时候，我现在要修额房宫，你给我找人。我现在修依山林木，你给我找人。我现在修御赤道，你给我找人。他就全部去找人。老百姓说啊，我哥刚刚派出去还没回来啊，现在就轮到我了吗？说对，轮到你啊，下个还轮到你弟嘞，对不对啊？老百姓的痛苦不管，上面的规定、上面的指示、上面的要求照办。他指挥这个，他能不能够跟上面讲说不行啊，我这个百姓要留下来种田啊，不行啊，我这些百姓要留下来照顾年老的那些老人啊，他都不敢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秦你不能说没有具体建设，但是另外一方面老百姓负担好重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对秦的理解是两个方向的。一个方向，哦，秦当时不管是在制度上，不管是在实际建设上，都是啊，对后代来讲不为无功。但是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啊，这些秦的百姓生活在极大的负担与极大的痛苦之下。当然有人就觉得这样怎么行呢？啊，就批评了，而且是从理论上批评，说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要想长治久安，要参照过去的历史，历史上看来周代是最为成功，周代是享国800年而且非常辉煌，所以我们要向周学习，向周公学习啊，学习怎么样呢？学习实行封建啊，一批人提出来，啊，但是另外在朝廷里的像李斯他们就讲，不可以行封建，行封建之后，各个国家之间有冲突、有矛盾、有战争，啊，受苦受难还是百姓，啊，所以秦始皇做决定，啊，决定是说，我觉得丞相议事，李斯讲的是对的，不可以再讲封建，我们就行郡县，可是这一些。啊，儒生还是批评，儒生还是讲这不对呀，啊，而且是跟引经据典来讲，而且是讲得非常的深刻，讲得非常的有学问，这个很讨厌啊。所以呢，就说现在政府的任何政策，现在政府的任何决定不准批评，而且要把你批评的根源加以禁绝。你批评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先王之典籍啊，所以就把你们所讲的那一些什么六经全部禁绝，这就是焚书啊。所以你看各国的历史全部收起来啊，先王典籍啊收起来啊，但是诸子百家他没有管了
啊，庄子、老子，什么墨子啊，那么这些啊，还是大家可以看的啊。另外，有些人就批评秦始皇啊，因为秦始皇要长生啊，说哎，这个人欲望这么大，怎么可能长生啊？什么人讲这个话？说方士啊，方士讲这个话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国君是国家最高的领导，国家的象征，是不可以被批评的。那批评国君，这个是罪大恶极，处以死刑啊。所以焚书坑儒基本上就是维持着一个最基本的观念，这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君主独裁，而这个君主独裁就是法家思想的中心啊，法家思想，秦是实行法家思想的，法家思想的中心就是君主独裁啊。所以君主独裁不只是君主的规定，君主的命令不可以讨论，就是君主本人也绝对不可以批评啊。君主专制啊，君主专制啊，这不可以讨论啊。君主专制是法家思想的中心概念啊，所以法家你绝对不要被那个法治所欺骗，它绝对不是法治，绝对不是法律，它跟西方的法治法律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东西啊，它就是君主独裁啊。关于君主独裁的解说啊，有一本很有名的中国思想、中国政治思想史里面有很清楚的解说。这本书当然很大，这本书也不容易念啊，所以介绍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大家去看这本书，而是要记得这本书的作者。为什么要记得这本书的作者呢？因为他是清华的啊。萧公权，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本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里面最被推崇的一本书，它写于民国29年啊，再过两年99年的时候就是70年了啊，所以是一本老书了啊。可是他在大概20年前吧，他的一个学生，一个美国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牟弗里啊 ，Mott， 把它翻成英文啊，然后书评还是好的不得了啊。何以如此呢？当然，萧公权本人的学问非常好啊，清华出身的啊。萧公权，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萧公权小的时候很调皮啊，家里面他四川人啊。家里面做生意，经济状况不错，替他请四书老师啊。他一看这四书老师啊，老头啊，很迂腐啊，不喜欢啊，就用几个小技巧就把老师赶跑啊。所以就后来就有点名气了啊，名气就说萧家那个小孩很难教啊。后来来了一个年轻的老师，这老师来不上课就带他出去，就问他这个树是什么树，不知道。这个花是什么花，不知道。这个草是什么草，不知道。这个虫是什么虫，不知道。哦，你通通不知道啊。好，我告诉你，这个树叫什么树，这个草叫什么草，这个花叫什么花，这个虫叫什么花。小孩一下就被收服了啊，然后他再开始教啊，教怎么样子读书，怎么样的写文章啊，小孩完全就非常相信，他表现就非常好啊。教了几年，他把送聘书的时候，这个老师把聘书退回了啊，就跟他父亲说，说这个小孩非常聪明啊，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再留在四川，让他到上海去啊。家里有钱呢，照办到上海，到了上海就进中学，然后就发现那个国文老师、历史老师啊，比自己程度还不如
但是有两门自己很差，哪两门呢、啊？想想看，英文还有数学。聪明的小孩对数学来讲一点都不害怕，一下就学会，对不对？那个陈醒生说，他小的时候，他父亲又买一些数学书给他，他在家里没事儿，啊，就这样看，啊，一年就把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六年级的数学书全部看完了，啊，他以为每个人都跟他一样。啊，然后才晓得别人跟他都不一样。啊，陈醒生有听说过吧？陈醒生，啊，好，英文能不能说一下子就全部会了？哈，啊，把字典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就全部会了？那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他每天早上起来就读英文，啊，下大功夫读英文，读到高二。他的叔叔跑来跟他讲说，清华今年招生，我想去考，你也去考啊。他们考清华也不要什么毕业证书啊，反正你会答卷子你就考上啊。叔侄二人就去报名，一考两个都考上，啊，他在清华读书，他觉得受益最大的也是对他来讲最难的一门科目啊，他在他的自传里面讲，那门科目叫体育啊，因为清华的学生毕业要体育要过关，什么立定跳远啊，游泳啊，哦，对他来讲这个东西最难啊。可是他觉得，哦，他也会到操场上面去跑一跑跳一跳，这个受益很多，啊，这个是萧公权啊。后来他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被认为是当代写这个政治学的理论里面一本相当不错的书啊，被收入当代政治学名著里面啊。那么回来之后呢，他就写《中国政治思想史》。后来他在1949之后呢，在台湾停留很短的时间，就到美国啊，在美国华盛顿，对不起，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啊。那么他就变成美国西海岸的汉学重镇啊，所以这个人是蛮有地位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就简单的提一下他。好，我们在下面呢，我们看到说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对于萧公权我们必须要介绍，但余英时我们不应该介绍，余英时应该让同学来介绍，啊，因为余英时是当今历史界的天王巨星，啊。因为云石最近得到一个据说是等同于诺贝尔的人文奖啊，所以云石非常非常的大牌啊，大牌到每一个大学生好像都应该知道他啊。哪位同学能不能够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云石？哪一位？有没有哪位同学说，哎，以前我的老师曾经讲过他，我对他有一点点印象，所以我也看过他一点点的东西，所以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有没有哪一位？有没有哪一位可以介绍周杰伦？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介绍，为什么？周杰伦才是天王巨星啊，那余英时当然是比不上的咯，是不是啊？余英时他有篇文章叫做《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啊，那么我们说是参考阅读啊，参考阅读的话呢，就是我们不再印给大家啊，也不列入考试范围。这本书这篇文章呢是鉴于他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历史与思想》啊，《历史与思想》。在二十几年前，这本书刚刚出版的时候，啊，我们在大学教啊《中国通史》，这本书就是里面选的文章，就大家一定要念的，啊，《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最早是在《联合报》的副刊登的，啊，那我们一看，哇，觉得这篇文章写得真好，啊，写得真精彩，啊，那么当然就变成《中国通史》的指定阅读，就列入考试范围。这篇文章的最后面，
在联合报啊登的最后面是他的结论是二千年之政，勤政也，皆大道也。两千年来的政治统治者都是大土匪，二千年之学，韩学也，皆乡愿也。两千年来的学术都是韩非的学术，都是阿谀谄媚吹牛拍马的那些学者，唯大道利用乡愿，只有大土匪利用那些阿谀拍马的人，唯乡愿恭媚大道啊，只有那些阿谀谄媚的人啊，一天到晚寄养大土匪的好话，像这样的话语啊，我们不管它内容怎么样，我们有没有感觉到一股气势啊？你说哦，原来余英时是有气势之人，错，这个不是余英时写的出来的，啊，余英时只改了一个字，这个字原来叫做荀学也，啊，他改成韩学也，啊，把这个恭媚之乡愿当作是荀子的学生，好像是不太妥当，啊，当作是韩非的吧。那么这句话谁讲？这句话是一个有气势的人讲的，这个人很有气势，这个人临死前讲说中国要革命就要有人流血啊，今天没有人肯流血就不可能成功，所以要流血请从我开始，所以呢他就流血了啊，他就被推到菜市口给处决了。是谁呀？有谁知道是谁？知道是谁的话请举手。哎，是谁？谭嗣同啊，谭嗣同，六君子之一啊，谭嗣同啊，谭嗣同是有气势的人，所以能够写出有气势的话啊。余英时其实写不出来的啊，但余英时用了这句有气势的话，结果余英时的老师大为生气，把他狠狠地教训了一番。他的老师是谁呢？他的老师就是钱穆。钱穆说，我讲中国历史有两个重点，第一，中国不是专制政体，第二，中国不是封建社会啊。你看你讲的这个二千年之政，勤政也，皆大道也，这就是专制政体啊。所以云石没有办法，云石就把这段删掉了，然后就改了另外一段话，说啊，两千年以来的时间好像都是白费过了一样，真正先王的理想并没有存在于天地之间。云石是香港新亚毕业的啊，新亚是新亚书院，现在中文大学里面的一个学院，是钱穆在香港创办。钱穆创办这个书院的时候啊，没钱呢啊，所以他就跑到台湾来啊。那么老总统啊就拿出钱来给他啊，他就在香港办这个新亚书院啊。余英时是他在新亚书院里面啊培养出来的最聪明的最优秀的学生，后来到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啊，后来就在哈佛教书啊，前几年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啊，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当然他年纪也相当大了，好像也接近80岁了吧。他得到了那一个被认为是人文的诺贝尔奖啊，可见他在中国历史啊方面的研究是受到全世界的肯定。他有个得奖感言啊，我朋友说你看了他的得奖感言了吗？我说看了。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说我觉得写得很好啊。他说你真的觉得写得很好？我说很好，写得非常的真切啊。你看他讲，他一到了美国就是如鱼得水啊，好高兴。刚才我的朋友就很生气，说你看了他的得奖感言你感动吗？我说我不感动。我说
今天的历史学已经没有办法让人感动，不能够要求民史。大家说那我们做的这个干嘛？所以让人感动的是谭嗣同了，对不对？好，秦统有天下，十五年而亡。夫其以前公侯世袭之旧制，故以废封建为秦罪，即陈婴之母亦为武一民族亡秦必也。啊，陈婴，大家很喜欢他，后来说，哎，你出来。你带领，啊，我们永在你为王，好不好？陈婴说：“那我要回去问问我妈。”那就跑去问说：“妈，他们要永在我为王，可以吗？”他妈说：“不可以。”他说：“我嫁到你们家，我对你们家很清楚，你们家过去没有一个人有出息过，那你们家的人通通没做过王，所以你不可以做王。那你要成事情的话，第一个，你去永在那一个有王的背景的人。”第二个，如果失败的话，你不会受到什么很大的牵连。陈婴就跑去跟他们就说：“我妈说不可以，所以你们不要找我。”所以这个他这个妈讲的就是很清楚，你要找一个王的后代，要靠他们过去的关系啊。所以知道当时贵族的传统在当时人心中有莫大之势力啊，这是一个普遍的理解。普遍的观念，普遍的心态。然而时代大趋，乃与人心迷信相悖。项羽入咸阳，分封诸侯，以一变十人之向往，向往所谓六国之一，转接失职，未获保其优越之地位，而一时风起之将，转各分封要地，即如项王之为，西楚霸王，而迁异地于郴州，其最助力也。好，你就说项羽吧。项羽他是不是顺着这一个势力，大家都说啊，我们要立六国之后，所以他立了个楚王啊，他就打了楚王的旗号，好像是的。等到他进入咸阳，等到他分封天下，他是不是再封六国之后？没有了，他封的是谁？封的是帮他打天下的人。他自己跑到回到故乡称西楚霸王，这就跟过去不一样了啊，所以当时人们的想象在项羽的时候就有所改变。下面再看，然此项王依当时民族迷信，推尊异帝，退列成位，天下人将不免于乱。盖自秦人一统，中国历史走入新局，为亡古所未有，而一时啊，这个四字应该是十字啊，这个打字打错了啊。一时昧者不知之，故群秦练古，人不免念念于封建之旧统。好，我们倒过来讲，如果项羽他说好，大家都是要恢复六国之后，我也恢复六国之后啊，我就弄一个六国之后的人来当王，我自己来当大臣，行吗？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历史的发展经过秦的统一天下，已经不能走回头路了。秦人之扭于往昔封建时代君主一民之臣法，而不悟社会深夜之分化已繁，政府统治之疆域已阔，扫吕金吾之吕相，驱之渔阳之边塞，岂得不群情奋骚啊？而当时山东豪杰一呼百应，亦为恢复封建之迷梦所驱，是以不免于另一种迷雾之心理为之策动，而事实终于趋心，不能重归故态，造以所谓人情扭于固见，而天意以另换新局，此语寻逐道破当时之情势。秦人扭是习惯，秦人习惯于往昔的那个时代的做法，哦，叫老百姓做这个，叫老百姓做那个，他没有了解到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了，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状况了啊！
各种各行各业都在发展了，国家的面积也扩大了，你不能够再像过去那样了。秦人不知道，所以他把南边的金吾之吕相，南边的百姓驱之于渔阳之边塞，啊，赶到北边去修长城。当然大家非常神奇。后来山东豪杰，这个山是指太行山以东，啊，是指函谷关以东，啊，这个一大片地方的人非常生气，一呼百应，啊，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恢复过去啊，恢复过去啊，恢复过去，也是一个错误的心态，啊，观念上还是很陈旧，但是实际上的局势已经完全不同了，已经完全不同。啊，赵翼是谁呢？赵翼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赵翼有一本书叫《念二史杂记》，啊，我们在大学念历史系一年级的时候，那个历史老师就说：“你们就去找这本《念二史杂记》来看看吧。”啊，所以这本书也不是什么很深的书，啊。《念二史杂记》的作者就是一个清代的历史著名的历史家啊。赵翼说啊，说人心扭于固见，人们的想法习惯于过去的那种旧的想法，天意另换新局啊，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不同的时代。时代已经发展了，但是观念仍然是守旧。最后钱先生讲，他说使者无论一民族一国家一团体，其文化之积累既深，往往不足以转不足以应付新兴之机运，故东方周鲁齐梁主邦转败于文化落后之秦国，营建不远正与六国后裔及其顾家世族转败于一群无赖白徒之首者先后一礼，啊，中原最有文化的地方敌不过遍地没有文化的秦国，后来中原的顾家大族文化深厚，但是敌不过一群平民出身的人。为什么？因为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平民社会已经形成了，封建贵族必须退位，啊，就像今天全世界已经是一体化了，地球村大家朗朗上口啊，亚马逊的一只蝴蝶翅膀一挥动，老远老远地方就出现了海啸啊，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你还要谈什么啊？我们这个国家是最伟大的，我们必须要强调我们的主体性，你还要强调这个，你是不是太跟不上时代了？啊，今天是什么时代了？今天是什么世局了？今天人要过怎样的日子了？你的观念还能够那么陈旧吗？啊，我觉得啊，钱先生这里讲的啊，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钱穆秦汉史》这本书，我们简单介绍。《秦汉史》是钱穆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个清华大学当然是北京的清华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上课的时候的讲义。那个时候的教授要写讲义的，啊。上课前讲义就摆在门口，学生就进来拿了个讲义啊，就在坐那边啊，当然也可以拿了讲义就走啊，所以每个老师都写讲义。冯友兰他在他的自传里面讲，他说他们在那个时候在北京大学上课，有一门课那个老师啊是一个温州乡下人，讲的话没人能懂啊，温州人都听不太懂啊，所以他上课很少讲话，因为讲了也没人懂。那他一上课呢，就写黑板，啊，可是他还发讲义。可是大家一去上课，就拿了他的讲义，然后对他的黑板一顿，哦，非常惊讶，
为什么？因为讲义是一两个礼拜前写的，黑板可能是昨天晚上想的，黑板上写的已经跟讲义不一样，所以大家就觉得哦，这个老师真是努力，真是认真啊。虽然这个老师的话很少听到，反正听了也听不懂啊，反正就看他的资料。一个学期之后，下学期，哎，这个老师不来上课了。一打听，这个老师回家之后呢，就生病死了，啊。然后冯玉兰就讲说，每一个人都很怀念这样的一个认真的老师。我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个时候的老师是要写讲义的啊，不是弄这么两页讲纲就能应付的啊。所以《秦汉史》的最后面的一页，就是王莽失败的意义啊！你说啊，那秦汉史还有东汉呢？东汉没写了，为什么？学期结束了，啊，学期结束。后来抗战全部到后方，后来共产党起来，全部到香港，办新亚书院没有钱，全部到台湾啊。去要钱，那时候他的清华的啦、北大的老学生就来看老师了，其中有个学生就跟老师讲说，老师啊，你那个时候发那个讲义，秦汉史讲义，你什么时候印出来啊？全部说那个时候就是啊，反正上课要发就写啊，上课要发就写，那现在都丢了，我自己也没留啊。一个学生就讲说，我觉得那个讲义非常好啊，所以抗战后来共产党起来，我包里什么东西都不带，就带了那份讲义啊。那钱穆就所以我觉得可以印出来。钱穆说不要印吧，第一个没写完，只写到东汉，第二个也没讲清楚啊，有些东西现在想想也讲得不见得很好啊，所以不要印吧。这学生说不对不对，这几年书店里面出了好几本秦汉史，但是我拿来读读一看都不如你的讲义，还是你的讲义最棒啊。那钱穆就讲说，这样好了，你把你的那个讲义啊拿给我啊，我拿去给我朋友看看啊，如果我朋友觉得还不错的话啊，那我就把它印出来。那当然他的朋友一看，哦，很精彩很精彩，就像我们刚刚读这一段觉得很精彩一样。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段很精彩，对不对？好，那我们问这一段里面他用一个什么观点来讲这个时代的变化，最重要是哪一个观点啊？有没有感觉到他最重要讲的是心理，人们的心理，对不对？人们的心理还是觉得说啊，我们要恢复过去，人们的心理觉得还是顾家是大族啊，那个最有力量。可是人们的心理跟真正时代的变动中间已经形成了一个落差啊。所以这个才是写历史的大手笔啊。其实这个只是他上课发的讲义啊，这就是钱穆啊。好，我们看下面陈胜起事。秦是统治的非常严的啊，犯罪的人啊，者衣当道啊，穿了这个犯人的衣服满街都是啊，但是大家都很怕。所以有一个人说，我们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暴虐的统治，我们要起来打倒这样的一个暴虐的政府。这个人登高一呼啊，这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陈胜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再次登高一呼，他做了没有人敢做的事。他一起来几个月，支持者十万人，力量相当的强大。人家跟他讲说，这个时候还是要找一个六国之后比较好的啊，我现在有这样的力量，为什么要找六国之后？好，后来人们纷纷支持六国之后，就不支持他了，他就失败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他当时兴起的时候，他有一个老朋友来看他，看他了之后呢，就讲了一些年轻的时候可笑的事情，大家就哈哈一笑。老朋友走了，旁边人就跟他讲说，国君不可以给人取笑啊。说啊，那怎么办？很简单，把他抓回来杀掉，这样的人家就不再敢取笑你了。
陈胜说，哎，对，把那老兵抓来杀了。嗯，你看陈胜，他不是要打倒暴秦吗？还没把暴秦打倒，他自己变成暴臣，对不对？啊，所以他不可能成功的，啊，不可能成功。但是呢，大家还是觉得他登高一呼，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后来是楚汉相争，楚汉相争啊，当然我们第一个就讲项羽，项羽当然要读读《史记·名篇》《项羽本纪》。《项羽本纪》里面讲项羽年轻的时候教他写字，他说写字干嘛啊？记姓名啊，没什么意思。教他击剑，击剑干嘛？他说一个人对一个人斗，啊，这没什么意思。教他兵法，兵法干嘛？他用兵作战啊，这个有意思啊，所以他学兵法。说项羽呢是力能刚鼎，说项羽呢他是楚国的项家的子弟啊，所以项羽是一个非常有修养的、非常有样子的一个人啊。巨鹿之战啊，把秦军打败啊，那么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打败秦军之后呢，秦军200,000投降了，怎么办啊？所以呢，他下个狠心就把200,000杀了。眼前的问题解决了，事后的失败的原因也埋下了啊。后来关中地区人无条件支持刘邦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子弟被项羽所杀啊。项羽带领东方的军队进入咸阳，烧掉了阿房宫啊，杜牧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啊，天下一统之后把四川的山都削平了，山上的木头在渭水边盖起了阿房宫啊。所以说阿房宫一把火烧了3个月才烧光，阿房宫盖得这么的豪华巨大，不是秦始皇多么的奢侈，而是它代表他那无上的威严。倒过来，项羽要烧掉他，就烧掉秦王的秦的骄傲，叫烧掉秦的威权。分封天下，前面讲了，分封六国之后吗？不，分封诸将，六国之后当然不高兴啊。而他自己呢，自己回去当西楚霸王。有人告诉他，关中是天下最险要地，你不可以离开呀！啊，项羽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谁能见之？”啊，我大富大贵，我不回到故乡去炫耀一下，我好像穿了很漂亮的名牌的衣服，黑夜里面没人看到。啊，所以有人说蜀人目猴而冠，啊，就是说，哎，这个人的气度，这个人的见识，这个人的修养还是少了一点。后来他跟刘邦相对于阴阳成稿之间啊，最后被刘邦所打败啊。那么我们看啊，我们选了一段太史公约，这段太史公约呢是项羽本纪的啊，这个最后面的太史公的一个论战啊。武文之周申月，舜盖重瞳子啊，舜是两个瞳孔，又闻项羽亦重瞳子，又听说项羽也是两个瞳孔，与其非其苗矣也啊。项羽难道不是舜的后人吗？何心之暴也？哦，他兴起怎么这么快呀？夫秦时其政，陈涉守难，豪杰风起，项羽并政，不可申诉。然羽非有尺寸，陈氏起龙母中，3年随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者，正有羽出，号为霸王，未虽不忠，坚固以来未尝有也。那这句话，那我们有没有读出太史公心中对于项羽的欣赏？项羽他不是什么很大的背景，项羽他没有一支很大的势力，靠着他的自己一点点的那样的一个条件啊，
然后做了一番很不容易的事情，在相当短的时间里面空有天下，近世近古以来未有的了不起的人，即被关怀楚啊，离开了关中，回到了故乡，放逐异地而自立，愿王侯叛己难矣啊，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啊，自今攻伐，奋其失志而不失骨，为霸王之业予以力争，经营天下。五年诸王齐国，生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啊，那么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啊，那么想用气力平定天下啊，五年之后呢，就是全部失败啊。这个时候呢，还不知道自我反省检讨啊，乃引天亡我也，非用兵之罪，岂不谬谬哉啊？还说哦，这是天亡我，运气不好哦，不是我不会打仗啊。哎呀，你应该自己多检讨一下。项羽是失败的，可是太史公把他列为本纪，其实对他是颇为欣赏的。欣赏的地方在哪里？欣赏的地方是他打倒了暴秦，打倒暴秦他非常欣赏。暴秦代表什么？暴秦代表的其实就是君主专制、君主独裁啊，所以打倒君主独裁太史公很欣赏。太史公为什么那么欣赏能够打倒君主独裁、打倒专制独裁的人呢？为什么？想想看，原来太史公他自己就生活在一个专制独裁的气氛里。太史公是生活在哪一个大皇帝的时代？汉武帝的时代啊。他能不能说君上你很专制，君上你很独裁？他能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啊！你这样讲的结果，你这本书都不能够留下来了。所以他要转一个弯来批评他当前的世界啊。这个弯就是对于项羽的一个支持，对吧？项羽的欣赏。好啊，我们看刘邦。刘邦是怎么样一个人物啊？史书上面怎么记载？我们选了一段《资治通鉴》啊，说刘邦之际为人龙准。龙准有两个讲法，一个讲法是鼻子很高，一个讲法是颧骨很高。龙焰啊，长得不错。左骨有72黑子啊，有72颗痣啊。爱人喜施亦豁如也，那对人很宽厚，很随便啊，常有大度，不是家人生产作业啊，那些什么耕田啊那些事情那都不愿意做啊。初为市上亭长啊，那么当一个今天来讲大概就是派出所所长啊。善妇人吕公好相人，见计壮貌，其志以女屈之啊。这个吕公呢会相人，一看到他哇，这个人啊，这个相貌真不得了啊，回去就跟太太说要把女儿嫁给他啊，太太反对也没用啊。继而继以亭长为县，送徒历山，徒多道亡啊。那么他是亭长啊，啊，他要送人到骊山去修坟墓啊，啊，送去人走在路上就开小差了，就走了啊，自堕彼至皆亡之啊，我想到那边大概只剩我一个人了啊，所以到了封西折中亭就停在那儿停了啊，喝酒，到了晚上就跟这一些人就讲了，说今天大家都走吧啊，大家都走，我也从此消失啊。那么这些人很多人说你到哪儿去啊？啊，你到哪儿去我们就跟你去，有十几人就跟他去了。刘季喝了酒啊，晚上在一个沼泽地中在走，有一条大蛇挡着他，他就拔剑把这个蛇给斩了。一个老太太就哭了，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也啊，化作条蛇啊，在这个路上呢今天被赤帝的儿子给杀了啊，讲完不见了啊。那么刘季呢，他就在芒阳三泽之间啊，打家劫舍，落草为寇，那而且就传出来一些奇奇怪怪，像斩白蛇这样的事情。沛宗子弟听说，然后都跑到他那儿去依附他。第一个，你说你为什么选《资治通鉴》？你为什么不选《史记》啊？
哦，史记的故事更神奇啊，说这个刘邦的父亲发觉太太不在了，就出去找，看到哇，太太在那个田里面躺在那儿，身上一条龙啊，然后回来太太就怀孕了，是吧？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好多啊，所以到了比较理智清明的宋人的时候呢，然后呢都把它删掉。哎，这个斩白蛇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还要写呢？那斩白蛇是可能的事情吗？因为不写斩白蛇的事情有点麻烦。为什么？因为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说是西晋八王之乱，宫中储藏室失火，有三样宝贝被烧掉了。第一样孔子鸡，孔子穿的木拖鞋被烧了。第二样王莽头，王莽那颗脑袋被烧掉了。第三样斩白蛇剑，刘邦斩白蛇那个剑被烧掉你说如果说没有这个斩白蛇，怎么会有斩白蛇剑？对，你可以倒过来讲，你说因为有斩白蛇这个事情，所以后来就出现了斩白蛇剑。不管怎么讲，斩白蛇这件事情它有一个含义，这个含义是什么所以是通鉴里面已经尽量不写那些神怪的事情，但这件事情他还是写。他为什么要写？他为什么要写大家讲到刘邦就想到斩白蛇，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当然你说哦，刘邦是赤帝之子，刘邦有天命在身，刘邦与天命在身反映在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哪？表现在他最后统有天下建立汉朝吗？还是表现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刘邦他被认为他是赤帝之子，他斩白蛇是因为大家觉得他有天命。而为什么觉得他有天命？因为觉得他太厉害，觉得他太了不起。刘邦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刘邦是一个天生的这个与生俱来的一个聪明人所以刘邦没读过什么书刘邦的态度很不好刘邦像个无赖刘邦像个混混，这个是刘邦的表现。但是后人看刘邦都不是看这个，后人看刘邦是看刘邦最厉害的地方。张良他要复国，他跟很多人讲没人听得懂，他跟刘邦一讲刘邦就懂。所以张良说沛公天授非人力所及，刘邦的才华与生俱来，不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这种故事非常的多有个老头自命不凡可是很落魄看城门叫李义基刘邦起事了，要找一些人去，他就去了刘邦就接见他，一面接见他一面扶着两个婢女在洗脚。义基就问他，你要帮着秦国平定诸侯，还是帮着东方的诸侯起来推翻暴秦？刘邦说你讲这话什么意思？我当然是要推翻暴秦李吉说你这个做法就是要推翻暴秦吗？他马上就懂了，说好好好，走开走开走开不要洗脚了走开把我的衣服拿来穿好，帽子拿来戴好规规矩矩坐那儿李吉马上就说好，我教你两招这种故事就是说他是很粗的一个人，他是没有经过那种学习的人，可是他一点就通，一点就通，极其敏锐。后世的人讲到刘邦都非常佩服，杰人石勒，小部落酋长出身，没读过书，可是要学习，叫人念书给他听，他听，说这个刘邦项羽相识于荥阳陈皋之间李义基跑来跟刘邦讲说，哎呀，这个僵局要打破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封将军为王侯，这些将军一得到赏赐就会效命刘邦说好吧，
那不然的话，这个将军怎么打炮呢？传令下去，替将军磕王后印。石勒听到这里说：“不对吧，不对吧？”啊，然后下面又念了，说：“张良匆匆忙忙的就跑来说，谁叫说磕王后印的？”啊，刘邦说是立即建议啊。张良说：“大不可，大不可啊！如果他们当了王侯，他们就为自己了，他们不再会为你了啊！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那刘邦说：“好，赶快把他收回来。”啊，那石勒听到这里说：“这样才对呀，这样才对呀！”啊，石勒听完了之后，就跟别人讲说：“如果我身在秦末的时候，我是刘邦手下一员猛将。”如果我生在王莽时代的时候，天下是谁的不知道，但是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像曹操司马懿得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我不屑做。我现在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我如果生在王莽时候天下是谁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对，他觉得刘秀真是不怎么样啊，刘秀你能够当天子，那我也可以了啊。但是他看刘邦，他就晓得我只是你手下的一员猛将啊，我跟你还有一个没有办法超越的距离。这个是刘邦啊。马援听说是马英九的祖先，马援长得非常漂亮啊，史书上说他眉目如画啊，眉毛眼睛长得像画里一样啊。马英九可能得到一点基因啊、嗯、马援当时在韦骁手下啊，这个是这个王莽末年，韦骁在天水，韦骁呢就请马援说，你到四川去啊，公孙述那儿看看他们行不行。马援说，公孙述我们以前老同学，我到那儿之后呢什么话都可以讲啊。他想黑到四川，公孙述一定拉了他的手啊，话家常讲个没完。就到了那边说，先在宾馆安置，把他送到国宾饭店啊，然后到了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来接见啊，给我摆场面。所以他在上面看啊，那么当然这个公孙述要炫耀啊，说马援是我的老同学，我要封他一个大将军啊。马援手下人都很高兴，说哎，这样我们就留在四川吧啊，天府之国啊，不错啊。啊，马援就说，你有没有看他？我看他越看越像是木头雕的泥巴塑的，这种人不会成事，回去吧。回去了跟韦骁讲说公孙述不能成事，韦骁很高兴，说这样你到洛阳去帮我看看刘秀。马援说，刘秀我跟他不认识啊，啊没关系，就去了。他想这个一见到刘秀，刘秀就穿个便服就跑来抓了马援的手，说哎马先生，马援说哎等等，如果我是个刺客，你今天没命啊。刘秀说，你不是刺客，你是说客，但是我对你很不满，你为什么先到四川去？你为什么不先到我这里来？啊，那个马云就讲了，哎，四川公孙述老同学嘛，啊，你我不认得，所以先到老同学那边去看看了，啊，然后相谈甚欢，哎，觉得洛阳那边气象甚佳，回来之后就跟韦骁讲说，洛阳那边非常有前景。韦骁听得不舒服了，啊，你都讲他好话，好像他很不错。这样你跟他的祖先，你把刘秀跟他的祖先刘邦比一比。他说哎，那还是不如啊。第一个，刘邦这个人呢、啊、是无可无不可，什么事情都是随随便便大而化之啊。但是刘秀好历史，什么事情都规规矩矩，讲究制度，讲究办法。而且刘秀还有个大缺点，不喜欢喝酒啊。韦骁一听说，哎，你看刘秀他做事情又规矩又不喜欢喝酒，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比刘邦还要棒才对啊。马云一听
哎，你这样子理解啊，我不理你了。这个故事听得懂听不懂？这个故事听得懂听不懂？啊，为什么刘秀他又是规矩啊，又是做事情很讲究，又不喜欢喝酒，就不如那个啊，做事情大而化之，随随便便，可这样也可以，这样也不可以，马马虎虎，然后平常就喝点酒，就不如。伟瞎的讲的，你们觉得说没错啊，对不对？人应该规规矩矩啊，啊，人应该少喝酒啊，对不对？可是马原为什么说他不如啊？啊，太规矩又不喝酒，不如不规矩又多喝酒，啊，这个中间差别在哪里？啊，差别在哪里？我们时间到了，啊。不要且听下回分解啊！现在就把它分解，然后你不分解，我们就耗着。嗯，哪位同学来讲一下，为什么？啊？就是比较贴近那个平民。贴近平民，比较贴近平民啊！随随便便喝酒，贴近平民啊，这样就能有天下。就是他，就是可能刘秀比较有一些贵族的抱负。刘秀比较有贵族的抱负，啊，贵族的包袱啊，刘秀比较有贵族的包袱。刘秀当然刘秀是当时是国立大学尚书系的学生嘛，对不对？啊，哪一位能不能比一比？刘邦是马马虎虎啊，大而化之，没事就喝个酒，喜欢喝酒。啊，刘秀是规规矩矩、循规蹈矩，啊，但是又不喝酒。可在马原眼中，刘秀不如刘邦；在韦骁眼中，刘秀反而比刘邦更棒。马原认为韦骁，你这样子理解不可以呀。那马原的理解是什么？马原的理解就是我们今天在历史上的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这是什么？啊，刘邦可以出尔反尔。刘邦可以出尔反尔，哎，干什么干什么？啊，你这再多想想，啊，兵法诡道。对，兵法诡道，有没有哪位同学想到？好，来，希望你一举，不然我们下课。就是因为如果刘邦这样的个性，他比较豪爽，然后。一方面来说比较容易得到匆忙之事的帮助，一方面来说也是比较容易得到人和，就是因为他可能在就跟人家相处的方式或什么之类的啊，就比较随和啊，然后什么的比较不会去拘谨一些什么制度或是礼法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造一个字面的解释啊，这个解释的很好，但是好像还跟我们的解答不太一样啊。哎，我把递一下。地道那边，就是那个刘邦是先天的，然后刘秀是后天。我是只需要讲两个字，叫做下课啊。因为刚刚这位同学讲，刘邦是先天的，刘秀是后天的。刘邦的才华，刘邦这个人，他的一切都是与生俱来的。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学的，刘秀是后天努力一步一步积累的，啊，后天努力一步一步积累，就是到了最高，离那一种与生俱来的才华还有一个无法逾越的距离，啊，这个就是马原的意思，这个就是我们对刘邦的理解。好，下课。